Hello， 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君阿姨。今天想要和大家说绘本，书名是《我讨厌妈妈》。有时我觉得妈妈好讨厌，哼，她呀就喜欢睡懒觉，星期天的早上睡呀睡呀睡，睡也睡不醒，睡也睡不醒。我肚子饿啊，就知道自己看电视剧，不让我看动画片，说生气就生气，快点快点，就只知道催我快点快点，可他自己却慢吞吞的。还有来幼儿园接我总是迟到，还忘记洗衣服，我自己穿的袜子就是昨天穿过的那双，还有，还说不能跟我结婚，说就是等我长大了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，说就是等我长大，长得再大再大，再大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。可是我只想跟妈妈结婚呀，所以我讨厌妈妈，我不要这样的妈妈了，我要走了，一个人走得远远的，走得远远的，再见了妈妈。砰，门关起来了，妈妈起身了。咦，怎么啦？忘了什么东西吗？忘了拿球，我要带走的。对了，妈妈，什么？又见到我，妈妈高兴吗？当然高兴啦。故事讲完啦，小朋友们，再会。